家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中国瘾君的节目现场。这一节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啊，少讲话，少讲话。那就是因为这一节要讲呢啊，川普在离开这个华盛顿 DC 啊，其实不是华盛顿 DC， 离开马里兰对吧？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其实大家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我还要回来。这就是当年的森美玲女士一样的啊，我还在起。所以我们这一集来讨论一下啊，川普回来干什么，是到国会来作证，是来辩护，还是为了选举总统，还是要组织新的政党，还是要对付一下官司。那么这一集呢，这个我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讲话，对吧？先请这个李洪清先生来讲，你认为啊，川普他说我要回来，就是忽悠一下大家，还是他真的有很多想法？而且你认为他有可能真的回来？嗯，应该说他呢，他现在还在一个情绪上，他离开白宫嘛，他还是在一个情绪上，所以因为这个他对这个选举的结果呢，应该他很失望。他原来想象的呢，这个最后结果跟他呢这个想象的呢不一样。另外呢，他周围的这些幕僚们呢，给他提供的一些这个信息呢，我觉得还是失察。所以他自己呢，是按照他的那个希望的那种方式呢，去思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说我还要回来呢，更多呢是一个情绪化的。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平静了。如果要是我们所希望的哈，就是至少我个人所希望，我希望他能够冷静下来。另外呢，这个他呢也很多，现在网上这个在传，就说呢他可能要重新建一个党，可能呢要建一个这个爱国党、爱国者党。因为呢他称他的这个支持者是爱国者，所以呢他希望呢要用他的支持者呢把他的支持者呢继续延续下去。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确实这个 Trump 的支持者呢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投票的时候呢有7500万左右，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在民主党在这个共和党当中投票这么多，还是历史上最多的。但是是不是能够认为呢这7500万都是这个 Trump 总统的这个铁粉，在他自己组建一个政党了以后呢，会这些人呢都会变成这个政党的成员呢，我倒是这个很大的怀疑。因为呢我们在这个11月3号之前嘛，我们那时候老说这个 Trump 总统的这个投票给 Trump 的人呢，有很多的人是反对拜登的，是不喜欢拜登的，所以不喜欢民主党。对，不喜欢民主党，他要喜欢民主党，但是不喜欢拜登，所以呢，他们呢投了这个川普总统。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的哈，支持这个拜登呢，也有很多人呢，并不是喜欢拜登，但他们呢，实际上呢，是因为反对川普，所以呢，他们呢把票投给了拜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川普能够自己阻挡，然后他到底有多少支持者，能不能在4年以后靠他的这些支持者卷土重来？其实呢，我是认为呢，我通过我的这个了解到的信息啊，我感觉呢需要大打一个问号。另外呢，我觉得川普总统呢应该他自己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跟他持续的走下去，然后呢变成他的一个非常忠实的这个支持者。这些人呢实际上呢并不多。所以呢从这个前，就是前两天吧，这个他离开白宫那一天，那个应该 Gallup 做了一个民调呢，就说呢他的这个支持他的这个施政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啊，好像应该是 35%。 34%。那就是反对他的，认为他的 performance 不好的呢，到高于这个对他的这个 approval rate。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就是真正现在的他的这个所谓铁粉能够一直跟下去的，
未必是能够足以让他这个四年以后卷土重来，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想呢，这个作为他四年以后，这个到时候呢也已经这个将近80岁了，所以呢，我想那个时候他是不是还是有这么大的热情，还想再重回白宫？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客观上的还是他主观上的，可能都会打一个问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呢，这个他回到 DC 来，他肯定还会回来，他肯定还会回来，这也挺正常的嘛。因为他你看 DC 这个白宫边上就有这个 Trump Tower， 对吧？另外呢，前总统如果说呢，这个有什么大规模的大的这种典礼啊，大的事件呢，那当然了，这个前总统呢都在受邀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想呢，前总统呢肯定还会回来。当然了，他更多的他是我的感觉呢，他那个祭席的那个发言呢，他更多的是表明了他的一种或者他的决心或者他的这种对自己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的一个比较强烈的那么一个信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很快会过去。所以我的认为呢，应该说他回来就不会是再去竞选总统了。我是这么看了。当然可能很多的这个网友们哈，在网上看咱们节目的人肯定是不同意了。他们可能更多的，尤其是很多的华人朋友们，他们肯定的那个愿望啊， Trump 的支持者强烈的愿望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 Trump 能够入主白宫，他们都觉得是对的。所以我这一点呢，我一直在说，我说你要程序上是要正确的，这个你没有事实依据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大家都靠听到的那些我认为是谣言的东西，再加上自己的主观的判断，主观的错误的判断，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跟你把你的政治愿望和那个政治现实混淆在一起，所以呢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不是说我们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怎么去适应新政府，其实完全用不着。你可以继续支持这个 Trump 总统的原来的那些政策，像我想我跟鲁奈先生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 Trump 总统的很多的政策上，这个我是除了移民政策还有几个很少的政策上我是不同意，但是绝大多数的政策上我都是同意他的观点的。所以呢，我这个是我一贯的一个政策，我还可以继续用这种观点去在今后呢，我要去观察这个新的这个政府，并且批评拜登总统的这个施政，这点呢是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做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可不必失望，我们继续呢应该往前走，而不要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判断和政治愿望最后混淆在一起，最后呢选择呢自己去跟这个川普总统捆绑在一起，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我想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明白了，就应该明白了。鲁纳先生，川普总统，我觉得我们对他的讲话一系列的啊，或者是经常性的这个几年来的表现，我们觉得应该是有一个一贯的一个看法，就是川普总统很喜欢那种大片风格啊，就是这个叱咤风云，然后可以一呼百应啊，那么这个是他的一种特色。但是除了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美国总统这个下台之后吧，基本上他的政治生命也差不多就到这时候就完结了，因为我们毕竟希望有很多新人能够出来，能够很多新秀，然后进行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啊，新的观念带入到美国来。所以我觉得寄希望于川普总统，然后四年以后卷土重来，这种希望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然后因为这种呢会阻碍了我们的眼界的这种发展。那么在美国确实是我们看到他的民主不是说十分完美的啊，比如这次选举两个70多岁的老人啊，甚至像拜登先生快80岁了还在那儿进行这个选举。那么他很多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很多这个新秀
很多应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这些精英们，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投身到政治这个行列队伍里面来，那么导致现在有这个目前这种这个情况出现，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于说川普总统四年后一定能够重来，或者说是组织这个新党啊，然后重新这个，当然这是他的权利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美国这么多年的历史形成了这个两党，这个是两个大党互相之间制约然后轮流执政的这么一个这个体系，也是一个非常就目前来看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不坏的一个选择。那么再出现一个新党，我个人估计这个成员也不会特别的多，或者会特别的抢眼。虽然我们看到有700多万这个选民在这次投票选举的过程里边啊，投了给这个民主党7000多万，对呀、啊，投了给这个共和党的选举人川普总统，但是这里边的这个人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完全支持川普总统个人的，而是一种这个对政党的一种支持。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把7000多万选民都当作是川普总统个人的支持者的话，那这恐怕中间会有一个误会。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冷静的想一想，这中间有多少人是铁杆的支持川普总统个人的，还有多少人是支持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共和党的政策的，比如说他对这个共产中国的这种防范，对这个美国知识产权被盗窃的这种愤怒，那么对美国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贡献啊，希望这个去能够减税，推动政策的发展，让这个美国的经济能够走上高速，而不是推高社会福利，让这些这个吃福利的人能够啊继续的支持民主党的政策。那么我想这些人很多的这个出发点是支持共和党这些政策的，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把7000多万的选民都等同于川普总统个人的支持者。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说他四年后还要再回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即兴表演啊，是他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但是不代表他的政治生命还会更大有更大的这个前景可以看。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美国历史上也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今后也应该也不会出现。做了总统已经做到政治的最高位了，在这个四年的期间你没有处理好很多的问题，包括跟媒体的问题，包括疫情的问题啊，这个特别喜欢往前去冲，然后去讲那些不需要由你来讲出来的话，包括应该有卫生专家这个来讲的话，你一抢到前面去讲，这个对他自己的这种政策和政绩的表现都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川普总统应该更冷静的考虑很多的问题，而不是说再积极的去向前出动。那么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推动者，我们应该也更冷静，也支持更多的政治精英新秀们重新展现一种新的风采，而不是在留恋过去。谢谢。谢谢。彭浩先生，你怎么看待川普总统要回来啊？你觉得他回得来吗？现在还不能做下结论，他回不回来？我想他是要想回来，而且有这个计划要回来。我认为他是这样，就从他的性格来看，他是不服输的。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他的人生理想，那个也就说要成为美国这个什么女历史一时代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想从他的个人追求和那个什么性格来讲，他是有这个想法，估计也有这个计划，甚至也会那个什么全力去推动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说重新回到政坛这个努力的。比如说阻挡的问题，可能这时候我想他这种说法，他阻挡的可能这种不是只是说说玩的，至于阻挡以后能不能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就是说也不是他说算。但是他这个欲望是有的，他这个追求是有的，他这个他而且他也会具体去推动这个阻挡的这个进程，包括他成立所谓的自媒体，他自己也说了呀，可能至少有表了个意向，要么就是自己成立一个新的媒体，要么就跟一个媒体合作，那个来进行选战，这也是可能的，而且也不仅是可能了，
那就是几乎上估计是他是一定会这么去做。这样他告别的时候说了，I will back要 in some form， 就说在某种形式上我会回来。他我想他不是开玩笑说这话的，这句话应该是他的一种政治抱负在里面。所以说至于成不成呢，我们刚才我同意大且恒军和鲁兰先生的这个说法，这种就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不排除他也有可能成气候的那种可能。当然呢这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也这种至少一种感觉，但是不能排除他也可能有东山再起的这种可能性。好的，这一集我们呢现在听陶杰先生讲，陶杰先生居然在回到我这次话题的时候啪啪啪讲了很长时间，他主要是讲这个对拜登的这个能源的再生的政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说川普的那种工业以石油为本的这种传统工业要坚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后来是证明也是他错了失败了。但是拜登上了以后要进行真的这一次能源革命也是不是那么一年成功的。他因为如果这个能源工业重新崛起不是重新作为一个新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话呢，无异于就是当年的福特把汽车取代了这个马车，因为整个以石油为本的这种经济体就会产生变化。所以我们听听陶杰先生的观点，谢谢。那么这个人的是美国人也是人你以为美国人每个人都是高兴得不得了都是追都进去川普就走你看看川普去升那个到那个机场安德鲁机场回那个佛罗里达嘛要去住嘛，那个场景你看了以后都又伤心又愤怒。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你川普乱来了几年，确实是我这样的人是比较愤怒的，但是我心里想也心酸没几个人去胜他呀，彭斯不去胜他，共和党不去胜他，提他了那个成员的不去胜了，什么彭佩奥这些都不去胜他呀，整个就变成了家人胜他，家人把他到那个地方这个跟这个川普引爆一下，我都以为是他家人就算让川普上那个空军一号了，结果川普一上去以后家人也全部跟着上去了你知道吗？人心在美国你在这个中间看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很心酸。我觉得川普还是应该很心酸的，您觉得呢？那当然了，没办法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项羽乌江自刎的这个场面对，当然他不至于乌江自刎是吧？对，这个话题我就恰恰请教这个陶杰先生讲的，在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川普发表了一场演讲，在这个白宫的时候他也发表了一个告别的演讲，这两个演讲跟以前的演讲不太一样，就是说川普还是就是说像一个总统在讲话，而不像以前这样随便骂和讲，但是他虽然这个里面还是有吹牛的成分，有撒谎的成分但是这个都不重要了，因为政治家都是吹牛，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值得信赖的。但他有几句话还是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他在白宫的告别式上讲呢，他说这个现在还只是开始，我们的运动还只是开始。第二个他在机场里面讲呢，他说我还会回来，所以媒体就抓住这个东西做标题。那您看了这个话以后，你觉得他会回来是吹吹牛还是真的会回来？我想他无疑他非常希望回来，但是时事让不让他回来是另一回事儿，包括他的健康啊精神状态是否容许，是不是人是会变的。我记得这个讲宋美龄最后一次离开台湾回到美国以前不久他好像应该是在1990年或者是91年了，对他那个时候就跟李登辉已经闹得不愉快了，因为蒋经国1988年去世以后由于这个为了国民党主席这个职位之争，那个时候以这个蒋夫人为首的宫廷元老国民党宫廷元老就想只让李登辉当总统，国民党主席还是留给这个蒋宋美龄作为一种制衡。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宋楚瑜倒戈，结果呢就变成党主席跟
总统啊都给李登辉啊拿走了。嗯。啊，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宋美龄啊，有一点失忆，他就离开台湾到美国去了。离开台湾以前，他也是在立法院里头说的这四个字：“我将再起。”他说：“我将再起。”对对对对，老干新知，记得吧？对，哎，老干新知，他是主动的希望是，主观希望是老干新知，但是他后来发现不行了。然后他又离开了，就说我将再起，但是起不来了，老太太年纪大了，而且台湾一进入90年代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新生代已经上来了，对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川普说我还会回来，我不能够说这个完全不可能啊，因为他的精力还是很够啊。但是我看的这个势头这几天啊，其实我看的这个告别演说，我说这才是应该是真正的川普。四年来如果你公开讲话都是这个样子，你这次不会输，对不对？对，你为什么把最体面的那个留在输了以后你才这样说呢？所以我也想不通，是不是啊？因为他在这个武汉肺炎最严重那个时候啊，他说的话很轻飘啊，说打漂白水啊，什么这个这是流感啊，我这个啊，这个啊，不用担心啊什么。到最后那个告别了，就最像这个雷根了，是吧？但是我想就太晚了，是吧？也跟彭斯那些人讲的话是最这个风格是最像的。所以到底我想这是也是他这个性格上一个缺陷啊，但是、对，是这个，但是他您讲，我们为什么说不能这么说呢？不能有这个定论呢？还要看这个拜登跟这个贺锦丽这个班子管理美国尤其是经济有没有起色。如果这个弱势的这个总统管得一团糟，到最后被其他的势力集结啊，或者是这个厨房里头有很多的厨子，这个说要这样烧，那个说要这样煮，那你作为一个主厨啊，这个拜登啊，你根本没主意。对，或者整个国内以后，整个国内国外的恐怖主义看见你这个是弱势，恢复这些恐怖袭击啊，人心惶惶啊，经济搞不好啊，哎，说不定这个川普可以回来。对，现在美国的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股票高涨，是膨胀，是您经过香港西方您都经过嘛，股票不可能永远涨的，涨的话一定会有跌的一天，你涨得越高就跌得越惨。那你在拜登时期股票大跌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不存在，当然他现在财政部长非常厉害，财政部长就是说印钞票印钞票，先把美国的工业前途重新改变，他们的财政跟川普不一样，川普说产业回归至少要回来，而拜登和他的那个财政部长非常厉害，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启动啊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能源再生，他跟川普的思路就是等于完全不同了啊！假如能源再生这个东西成为美国的新型的这个企业的话，他可能有一个高速投资的一个机会。那是你理解吗？这是民主党的拿手好戏，民主党就我赞成了。哎，这个部分我绝对赞成了。对啊，但是你要想到这个，你要搞能源再生，等于你要否定啊美国这个石油为本的这个经济命脉。对，1972年这个基辛格跟这个尼克松啊，这两个人把美元跟石油挂钩啊，对，从此啊，这个石油啊就是美国经济啊，这个一个主要的啊，这个一种货币商品啊，对，啊，你只要油价涨一点点啊，油价跌一点，对整个的消费、整个的全国的各等各的产业马上产生影响。好了，这里头就变成一个吊诡了。如果你拜登有这个志气有这个气魄要把美国的以石油为主的旧的经济结构把它给砍掉，弄出一个新的绿色能源，
那你干的这个事业就是大重整了，就跟拜川普上台要大改组啊是一样的性质了。但是你干不干得成呢？我们都说川普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他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动了这个华尔街的奶酪，动了这个高科技的奶酪，动了东西岸呢、啊、这些人啊、这些精英的奶酪，是不是？好了，如果你拜登上来真的要搞绿色这个能源，首先你会动德州的奶酪，因为那里有油田，又会动这个 Pennsylvania 这个奶酪啊。你有没有记得这个马上哎，他可不是他可真干了、啊、结果你看到这个小杜鲁多马上对他表示抗议，因为他把这个输油管呢、啊、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输油管呢、啊、把它给封闭了，是不是？哎，你小杜鲁多也是个左派，他们在加拿大也讲这个绿色能源啊，但是这个总统也是左派，是啊。哎，一讲到说哎拜登要搞绿色能源，把这个美加的油管呢给断了，小杜鲁多马上就吃不消啊，说表示失望，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是知易行难，我们个个都不想看到北冰洋啊这个冰融化啊，每一个人都想看到这个地球啊这个绿色亚马逊这个森林或者这个动物植物啊最好回到十九世纪末，就这样。再这样搞下去是乌烟瘴气的，所以我绝对支持这个绿色能源。但是拜登78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意志，这一点在川普手上他绝对不干。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美国后面这个金主财阀华尔街，第二就是高科技洗股，第三就是石油，本来还有汽车重工业，那个已经蒸发了，底特律的那一块已经没了，所以这个 ABC A 财团A 财阀是这个华尔街， B 财阀是洗股，就是盖茨跟这个社交媒体， C 财阀是石油，对不对？所以这个川普在任内他 A 跟 B 他不是盟友，除了少数这个甲骨文，他只能够靠 C 就是石油，所以他拼命的就否定这个气候变暖，啊，这个后面除了靠山金主只有石油商，对不对？好了，因为你现在这个石油跟汽车重工业都是走下坡的，然后华尔街跟高科技上来了，所以呢这个拜登是赢家，赢了以后他就要追击西财团，就是要针对这个石油。好了，这石油啊这个经济这个财经集团呢，你不要小看它，他在美国经营了多久？至少也100年、他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对不对？你川普任内4年搞这个页岩气啊，把这个中东的油价弄下去，但是告诉美国的石油这个工业不怕，我们有页岩气。所以呢这些石油商已经在开发页岩气，已经投下不少血本了。现在你这个拜登上来说不搞页岩气了，我们搞别的绿色的这个能源，是不是？你记得就在这个总统辩论的时候，川普跟拜登就为这个事，川普就逼着这个拜登对页岩气你要表个态，是不是？对，拜登本来是反对的，但是后来说我没这么说过啊，你没说，拜登就这个川普马上就放了。他这个曾经说要这个要取缔这个页岩气这个讲话啊，所以呢现在拜登一上台这个矛盾就暴露了。你要搞绿色能源的话，那页岩气这个石油跟美金这个勾连这个经济主族这个命脉怎么办？哎，这是新课题啊，而且是大课题啊，对不对？那但是美国的石油工业啊相关的人确实是比较多，但是我也去过德州，我也去过宾州，我也跟这方面的人啊有所交谈，在美国确实跟以前的重工业一样的，也是呢
这个夕阳工业，也是夕阳工业，跟制造工业一样的，应该是，应该是，没办法，对，对不对？但是你怎么去跟他们交代？什么叫交代？就是说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转型？你不能把他们扔到街上，对吧？那不可以的。对呀，这个转型不下于100年前，这个福特用汽车取代马车，是不是？在汽车城的气候以前，美国大城市都是马车，伦敦的这个巴士都是马车。对，后来这个马车被汽车取代，马车产业的这些职位，包括马车夫怎么办？哎，那个转型容易啊，因为你开个马车不就是一个马夫加几个人来养马的？但是你要取代石油工业，这里头有几多环，有多少环节，多少工种，多少这个工作职位，这个又是另一个大革命。所以呢，现在到了是确实是一个非得大变的时候，所以这个欧洲这个经济论坛不是说要大重整吗？是不是？好了，怎么样重整？由谁来主导重整？你要是这个 Great Reset 要大重整的时候，要不要中国参加？如果你要他参加，你现在整个欧洲、美国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敌意，他怎么能参加？如果他不参加，你任何的大重整怎么会成功？比方讲这个气候，这个碳排放，中国就不跟你合作，我很容易，我照样用我的石油。你澳洲不给我煤炭，我就烧山西的这个次等煤炭，把这个地球弄得乌烟瘴气。你怎么大重整呢？你在美国那边用什么绿色能源呢？能够弥补啊我这边碳排放吗？是不是？也不要说印度啊，其他第三世界。所以这个是，哎呀，我都是不敢想象，拜登上台会马上就遇到新的问题，新的困难。所以与其让你拜登重整呢，不如让川普来重整。但是川普这个重整呢川普这个重整呢是以石油为轴心，他没放弃石油。那你可以说拜登那个川普那个重整，重建世界秩序以后，石油还是重要的角色。地球污染碳排放还是造就。但是他把你华尔街跟习古这些什么大这个大数据这些财阀给搞掉，所以呢，川普的工业观还是太陈旧了，过时了。是啊，是陈旧啊，是陈旧，我承认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浮辟到陈旧的那一套？就是因为新的那一套让美国贫富悬殊加剧，所以他说我把汽车工业，你看。汽车工业，我把石油工业重新复兴，是吧？这个是不环保的，说实在的。但是川普一概不承认，他两眼一摸黑，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神话啊！这个也是惹闹了美国的这些科学家的一个原因。对啊，现在川普是失败了啊。那么现在拜登能不能成功？按照您刚才的这个担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因为要。谁去到的人民，谁去到像这个，就是谁去到美国之本呐、啊，石油之本呐、啊，对吧？是啊，所以我们只能等着瞧啊，等着瞧啊。然后我们看看拜登犯错误，现在整天就看着拜登出丑啊，因为拜登不出丑，媒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没饭吃了，知道吧？对对，所以这个第四权呢，可能也会相应的要重建他的声誉，是不是？对、啊。对啊，所以呢，美国的这个经济财阀是四个山头，第一是华尔街，第二是高科技，第三是石油，第四就是已经没落的这个汽车重工业。ABCD， 川普的时代是服役 C 跟 D， 但是这个拜登呢是 A 跟 B。所以他要搞这个绿色能源了、啊，这以后是一场大战，是一场大战，弄得好、啊，那就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工业文明的大提升。对呀、如果弄得好，对吧？弄得不好，对呀、也就是一个，也照样失败。
当然失败，所以我们等都看吧。我今。